天下的特产给我举红了，开心快乐，耶！这个吴中红四铺的基地的枸杞鲜红了呢，那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这一块的这个地表温度特别高啊，它的这个沙子啊，然后特别的烫。现在快去下单啊、哦！现在是快去下单，10号链接啊、哦。10号